开心，我们今天可以跟老师们还有其他同学一起过元旦，我们真的很开心，祝大家元旦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宁列的马珍，我今天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能够和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吃个饭玩一玩，我先祝大家元旦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汝英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庆祝元旦，然后也是举了折灯笼，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想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叫艾思源，来自加纳，今天元旦跟老师们和同学们一起过年，我们包了饺子也做了灯笼，我想祝大家元旦快乐，身体健康。